睇片之前记得订阅如一 YouTube， 有你哋嘅支持，我哋先至可以走得更远。就我好想，因为剛才一轮急激的攻势之后呢，其实大家见过粉红色战士啊、紫色战士啊、伊凡亚区这个绿色战士都见到了，但有一个黄人呢就最近未见到，我们可以最大声叫我们的鼓手出来给大家望一望。喂，等等，多谢啊，我就是特登要准备这一样东西，知不知道？哎，真是傻了。不是，我想说問我似唔似福爾摩斯嚟噶？真係冇。頭先有個同事俾咗個煙斗我影相，好笑我覺得。煙斗可唔可以一路揸住一路打鼓？唔係，其實叫我出嚟咩意思呢？其實咧，我覺得最緊要就係、要特別感謝係我哋服裝嘅兄弟姊妹嘅一班心血，一班心血。因為咧，其實你睇下，即係我哋我諗大家有印象，我哋出 show 嘅時候咧，其實我哋好多都係牛仔褲啊，或者係即係 T 恤啊咁樣樣，但係今次其實拖鞋就我著過，係短褲加皮鞋就佢著過，係啦，咁就所以我哋今次開 show 咧，我特登都同大家即係各位兄弟講啦，話不如咁啦，今次我哋不如著翻企理少少啦，咁企理啲同埋係啦 ，colourful 啲啦，咁啊，我諗即係呢樣嘢係即係。我想自己走出一步啦，即係我哋好多時候都喺個安全區，就係即係都搞咗太耐啦，係即係比較貼所謂貼地啦，係啦。但係我覺得咁喺舞台又反正冇乜所謂啦，即係大家試下啦。咁啊，好多謝即係我咁多位兄弟，身邊咁多兄弟一齊肯玩啦，即係肯啦。其實阿正啊，粉紅色其實好難 carry 嘅，你知唔知？我哋俾啲掌聲阿正。佢 carry 得好好，佢 carry 得好好嘅。carry 得好過 carry。喂，我想問，我呢副眼鏡唔係 props 嚟，我真係老。但都是咁靚仔係嘛？尖叫聲，尖叫，尖叫聲。咁就阿偉啦，阿偉成一套華麗嘅tux啦，tux圖啦，係啦。好靚。我覺得我自己有少少似飲打機拳王九八，我唔知八神。九八啊，即係你呢度。咁我哋嘅主音阿六就哇好靚仔啦，其實佢先至係黃色。咁佢呢個有少少芥辣黃啊、鐵鏽色啊，咁樣就成日成個世界地圖喺度。點解咧？其實好明嘅，因為佢係唯一一個能夠徒手畫到世界地圖嘅人嚟嘅。小三嗰陣時，好叻嘅佢真係咧。咁我啦，我就其實我本來我要求係黃色嘅，咁但係因為咁費事同主音撞啦。咁但係其實我都好中意我呢一身嘅打扮嘅，即係其實係一個卡其色嘅。此刻我們在一起這句歌詞或者這首歌是今年二三年帶了我們帶到去很多不同世界各地英國啦德國啦荷蘭啦北美洲啦加拿大美國很多夢寐以求做好多年的夢想今年慢慢慢慢達成我們去到最後都很多時候選唱抄見到很多面孔這首歌其實是讓自己去釋懷的這麼多晚都沒說因為很多時候正正在英國很多時候見到一些朋友之前是很不捨得他們走但是當知道他們生活安好那我第一場在倫敦我已經因為我是整隊裏面或者整個台裏面就算香文小過很多我都是最幼稚的那個即是一個大小孩但是人是要長大要 grown up 我覺得很感激今次 Rock Band 可以去到即是我們很感恩應該說很感恩可以去到世界各地去看到整個自己是怎樣的一個人或者是經歷過這些這樣所謂不開心慢慢去內化了然後去克服它慢慢去成長過來這個是音樂我 很感謝他的一件事情我記得我們上次在無論是竹翠公園或者紅館都是有很多隔離政策令到這些特務是不會滿現在這個畫面已經被
當時填滿了，亦都令到我哋，就算去翻09年，我哋 Concert No. 1都係唔滿嘅。但係經歷咗十幾年之後，好多謝大家填滿呢件事。起了所有的